山雨欲来，你真的做好回来面对这一切的准备了吗？看来今晚注定是个不眠夜。城的未来究竟如何？本将军很期待。天象异动，有趣。看来本王等待已久的时机，终于来了。天狗食月，紫薇心动。这天下的局势，是时候变一变了。你现在应该已经回宫了吧？希望桑格拉的护佑杀出一条血路。公主，你又做噩梦了。刚过宣平门，若不是大雨减缓了速度，此刻应该已经到宫门口了。公主，况且公主，怎么了？紫袍素锦，斗笠遮面，我居然想不起她长什么样子。那些人该不会……南？可是皇宫在北边啊。公主，怎么了？放下帘子，无论听到什么，都不要出来。
可是公主。我们终于见面了，公主殿下。遇事莫急，遇事莫。孙某来迟了，幸而好。遇事莫急。神威震北风，寒压天下，逆转乾坤。想象的还要单薄和脆弱，一只手就能了解他的性命。好玩罢了。已经很久没有人敢这样挑衅我了。放开公主！你太吵了。无辜的人，公主告诉我，这天下哪有无辜之人？他们吗？还是他？又或者，公主殿下你？机会难得，不如我们来玩个游戏。公主若是赢了，我就放过那个人；但若是输了，不妨一起欣赏他最后的挣扎。红，真有意思。别急，他可是我们的赌注。既然公主喜好射箭，那只要你能将绳索射断，就算赢。游戏太简单就不好玩了，你说呢？公主不必管我，快走。或者，公主也可以选择认输，跪下求我。公主还不快点，她可就要撑不住了。倒是不
配合得不错。动作太慢了，区区几个侍卫也用花这么长时间吗？告诉那个人，答应我的事别忘了。顾昭，见过公主。臣护驾不周，令公主受惊，罪该万死。公主应该学会感恩，臣的手下若是来晚一步，您此刻恐怕已经身首异处了。无害行事乖张莽撞，惊扰了公主。本将军行事向来放肆，身为公主当注重仪表，不可丢了皇家颜面。自然，安全之所不足挂齿之人，公主雨夜回宫，意外遭遇歹徒劫持，本将军连夜带兵追赶，最后将歹徒全部处死。只是不幸来晚了一步，公主已经重伤不治。您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？对付交差足够了，毕竟公主对于圣上并没有那么重要。公主在想什么？我收到你的信，放心，我在。没有想到，居然还惊动了二殿下。
陈修，把人带进来。是。幸亏有你，他才能活下来。卑职有愧，公主救命之恩，聂东来改日必报。来，带上。拿下。孙某来迟了。遇事莫急，哥哥在。神威震北风，寒压天下，逆转乾坤。罪名：挟持公主，图谋不轨。二殿下破坏宵禁，带兵出宫，日后若是让大将军知道了，恐怕……我做什么还不需要经得他的同意？哦，是吗？那敢问二殿下，圣上诏书要公主十六日回宫，为何今夜凤驾就已经入城？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公主提前回宫的消息一旦传出，难免就会陷入危险之境。本将军倒是好奇，是谁这么迫不及待，连多一晚都等不了了？若有人篡改诏书，曲解圣意，被圣上知道了，又该如何？臣。怎么了？陈修，遇事莫急。孙某来迟了。神威震北风，惊鸿一扇，风卷云溪。小心！殿下，你没事吧？顾昭，你什么意思？东西呢？二殿下不会不知道这是什么吧？白小阁出手是冲谁来的？想必二殿下心中有数。圣宁七十二方中，你猜今晚多少个石灰前布置了他们的人？这些名牌，有从护送公主的侍卫身上搜出来的，
也有一些是来时随手收拾的。二殿下若不介意，就当本将军送给公主的见面礼了。那些人呢？我已经命人严加看管，待大将军回城。顾昭，应该不用我提醒你，这江山如今姓什么吧？顾昭，谨记二殿下教诲。哥哥给你准备了宵夜，此刻恐怕都要凉了。佳人坊也是整个圣宁最大的歌舞坊，放心，这里很安全。我知你心中有诸多疑问，不必着急，我们有一整晚的时间。他原是边关的马贩，因为贩事被押至圣宁，机缘巧合被我救下。我见他还算机灵，就收到府内做一名车夫。自从父皇下旨要召你回宫，各方势力都动了心思。毕竟你是大成的公主，我李瑞的亲妹妹。你可知道顾昭是什么人？世间事不可偏听，不可尽信。顾昭的先祖是大成的开国大将，顾家世代荣宠不衰，先后出了好几位赫赫有名的将军。而顾昭十二岁从军，十四那年出征便赶上与北昆在函谷关的决战。他偷偷带着3000骁骑绕后包抄，放火烧营，断了粮草，逼得20000大军节节败退，最终把函谷关拱手相让。顾昭就此一战成名，如今他不过26，已受封二品，统帅龙武军。顾昭能走到今天，绝不仅仅因为韩佑的提拔。前几日，我得到消息，有人打算趁你回宫时下手。为解母后担忧之苦，我擅自篡改诏书，决定提前将你接回。不料还是走漏了风声，被顾昭半路拦截。72方里，是否有其他势力的介入，我不清楚。但顾昭敢明目张胆栽赃白小哥，必定已做好万全准备。这几年父皇龙体每况愈下，却迟迟未立储君。朝野人心动荡，有人怕是等不及了。他们是冲着我来的，却连累你受苦了。今夜我带你来此，也是因为这个。朝堂形势堪忧，想要在这圣宁城立足自保，
就得有自己的势力。你将此物交给这里掌柜，自会明白。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帮你把握圣明动向的耳目之思。公主倒是无所畏惧，但缺了些谋略，未免莽撞。难道在公主眼里，这世上的人事都是非黑即白的？那也太单调无趣了。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敏勉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来，上前让朕看看你。你遇刺一事，朕已知晓。朕已命云辉将军彻查。至于瑞儿擅自篡改旨意一事，朕念在其为母分忧，一片孝心，不予追究。吾儿刚回宫，去看看皇后吧。昨晚我一夜没睡，生怕你们有闪失。去把我亲手炖好的燕窝端来。瑞儿，保护好你的妹妹。母后放心，儿臣知道。我要你发誓。用你的生命起誓。无论什么时候，何种情况，都会保护好你的妹妹。儿臣发誓。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。这些年让我的女儿受苦了。记住，不要相信任何人。你想自己偷偷调查？是谁方才在母后那儿刚刚保证过会听话不乱跑？这件事牵扯太多，我会想办法，你不要插手。我还有要事处理，你乖乖回寝宫休息，不要轻举妄动。
知道吗？不准动！是你，臣下冒犯了，我还以为是公主，怎么在这里？我在奉命办事。是公主发现的。公主是发现了什么？什么？为什么尼姑庵的藏书阁里会有这种东西？公主慢慢想吧，我要把这个带回去给殿下交差了。原来公主是瞒着殿下出宫的。既然如此，公主可欠陈某一个人情。参见公主，将军恭候多时，请公主随我来。以公主的行事作风，知道我抓住了白小阁的人，必然会来问个明白。公主何来此言？我不过恪尽职守罢了。自当从命。公主还没有看明白，白小阁根本不重要，有没有从他们口中审问出线索也不重要。口供都已写好，只等随便押几个囚犯，画了手印便可交差。公主看来还不了解大将军的行事作风，大将军做事向来是不留后顾之忧。公主如此聪明，你觉得我是何意？
公主继续。还有其三吗？难道在公主眼里，这世上的人事都是非黑即白的？那也太单调无趣了。公主很聪明，但有一点没有意识到。这幅画卷近日在四方之间流传甚广，画师是谁尚不清楚，但其中含义不言而喻。火凤只陷于乱世，也将终结乱世。传闻中唯有李氏血脉可驯服凤凰，所以周遭各国一直都心有忌惮，不敢造次。但自高祖薨逝，火凤便再也难寻踪迹。这些年大成国力衰颓，北昆古川俱是蠢蠢欲动。偏偏这时，前有12年前荧惑守心的判词，后有公主刚回京便流传起凤凰再现的传言，公主还不明白自己如今的处境有多危险吗？